咱各位民政府的将军，各位民政府的官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精神拢袂歹。这个电招吼，是咱这个民政府吼，哎，头一次。啊，这电招这两字吼，是足歹用的啦。因为吼，因为国民党迄做兵嘛有电招呢，对吧？吼，捌去互电招去举手，哦。十八拢捌啦吼，好，我今日后摆伊拢会陪你。伊国民党甲你点招，有了你的时间有无？啊，这细声伊来要陪，有无？有啦吼，所以后摆吼，咱来集结伊啊吼，再来甲讨。今日咱这个，我今日是伊这個国安参谋联席会的迄个执行长啊，啊，要来伫这个所在，甲咱大家报告这个国际的局势，国际的局势。咱大家拢知影，最近安倍晋三去靖国神社参拜，啊，中国甲韩国反对，即、这个韩国包含南韩甲北韩，北韩呢声音比较小，啊，南韩嘛声音嘛未小。啥呐？东南亚的国家拢无咧反对，东南亚的国家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无？哎，唔知影呢，大家都唔知影呢，有啊无？有啦吼，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。日本兵啊，嘛拍到菲律宾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占领菲律宾，对不对？嘛有占领马来西亚，占领新加坡，有无？拢总占嘛吼。啊，奇怪嘞！啊，想讲你祭拜靖国神社，遐国家拢歪抗议，干那你中国抗议，干那韩国抗议，为什么？好奇怪，会感觉奇怪，举手。啊好，安尼我再甲你讲原因嘛吼。日本当时发动太平洋战争，伊目的伫底，叫做大东亚战争。啊，大东亚战争是欲创啥？讲欲大东亚共荣圈，就是欲将美国、欧洲这些西方的国家、这些白人驱逐离开亚洲地区。过去日本时代迄个时阵的战争的时阵啊。亚洲的国家差不多只剩一个而已啦，那个是什么？叫做日本，其他都差不多是殖民地啦，包括战争以前的台湾、韩国和中国都是殖民地。你敢知道中国根本没有中国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当然啦，中华民国较早啦，但你也知影呢，中华民国有向美国、英国宣战吗？中华民国有无？有无？那也无，那也无。南京的中华民国，南京的中华民国是什么人？汪精卫，他向美国、日本宣战。满洲国，嘛当然嘛是中国啊。向美国、英国宣战，中华民国迄蒋介石，迄个集团含共产党，伫延安的共产党向日本宣战，有奇怪无？你敢知影？你拢唔知影，咱拢唔知影。咱读个历史，敢若袂输伊中华民国足伟大，中华民国是骗子。中华民国在迄个时阵，老老杂杂，和日本人已经拍到重庆去啊。所以，在迄个时阵，亚洲的地区、东南亚这些地区，拢是咱日本人的天下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点头呢，咱日本人你唔知影哟。读几部啊，佫不要点头，迄国际班咧比你较精呢。我一个讲吼，都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，大家拍手呢。你读几部，甲起码也搁唔知台湾的法律是在国际地位什么物件呢？日属美战啊，属日本天皇嘛。啊，既然东南亚拢是日本天皇的指挥之下的土地，安倍晋三去祭拜靖国神社是名正言顺呐，那有啥物唔对？迄当阵。菲律宾伊嘛讲，
中国这边你马安倍晋三一祭拜靖国神社，中国那个菲律宾甲讲啥？你中国像希特勒。安倍晋三出来讲，嘟嘟阿虎，全世界，干那中国、干韩国，你马安倍晋三，韩国现在马较细，中国人你马你免介意，中国人所讲的拢假。咱干那迄南京大大屠杀的哦。咱伫咱的网络公布，短短十几天内底，六万多人上网去看，甚至拢传哦别人。咱大家人民政府，你若有机会去咱的官网去看，你嘛爱将迄篇的网路来伫你的 Facebook 内底传哦所有的人看，看咱讲的是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迄篇看看的，咱即马阁推一个新的文章。八国联军，伊甲你讲侵略中国，咱台课本拢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当时的清朝向八国联军十一个国家宣战呢，你讲宣战呢？啊，宣战难免去甲你拍吗？你讲爱阿边，绝对拍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朋友在你边啊，迄个甲你挑衅，你会甲摸无？你会甲摸啊？对不对？这简单的代志嘛，八国联军。咱甲看遐相片，清朝的居民拢帮忙联军呢，所以你甲想看卖啊？咱读的课本拢从假，一路错到底，有趣味吧？足趣味的。所以，咱台湾人，咱台湾民政府站出来就是讲。我们要历史真相。你来看，即马中华民国、中国国民党，搁咧改课本啊！伊讲微调，是不是微调？60%共改掉，讲微调，甚至要改，伊讲要出来甲人变，伊是要变啥？我感觉原住民有一个原住民出来讲。如果你的课本里面教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我是泰雅族人，我不是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不教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泰雅族人？啊，台湾人不要讲啊，台湾人说他的课本跟你讲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我已经讲几摆啊，但是有的人到今日为止，这个读到到今日。还阁洗袂过啊，断袂过。中华民国甲台湾你拆袂开，我甲你讲，讲是足简单的道。你去网络顶边甲看卖啊。你捌听过中华民国行政院无？捌听过，请你举手。中华民国行政院，你拢唔知行政院是啥物物件？行政院啥物物件？你知无？中华民国行政院，你没有听过吗？啊，好啦！啊，中华民国内政部有听过无？有诶，举手。根本你拢学袂讲，即卖网络无中华民国啊，你拢学袂讲嘛？即卖网络顶管啊，中华民国拢取消了啦，干那一个行政院啊，内政部啦，啊，毋是啥物国家的行政院，啥物国家的内政部啦？你看有趣味无？所以有诶人讲，我甲你讲，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，无人相信啊。刚才迄阵2011年12月31日，忘年会，我咧甲恁讲，我讲万一有人赢80万，大鱼嘿，甲拢假，唔通中票好，拢举手，拢无影无一只，好万一有赢80万票，甲美国讲的拢一模一样，有奇怪无？真奇怪。是安怎网络顶管的行政院，是安怎网络顶管的内政部拢无去啊？是安怎马英九不征兵，死都不爱征兵？伊上台讲不征兵，我著甲各位讲，是咱告美国，对不对？我讲咱告美国，你听有无？你有告无？有告会举手？啊，对啦。即卖你较巧诶。啊，无见拜，我若讲告美国，说你啊，秘书长告美国，不是我啦，是我们。
会离开台湾？来，中华民国会离开台湾，所以美国要先将中华民国的嘴齿给挽掉。这嘴齿是什么物件？军书嘛。啊，那无是啊，那金辅聪在美国的好势好势，本来讲6月要回来替马英九处理国安事件。啊，未发生的代志有国安事件。这国安事件是啥？美军要到台湾呐，要回来台湾呐，是安怎？因为咱个美国叫伊爱回来。哎，你们拍手呢哦。哎，你不爱哦，你不爱伊来哦。我讲美国来未偌歹呢，你敢知好处伫倒？恁后生拢免做兵啊，恁拢免买武器啊，咱啊。咱拢免买武器呢，所以我常咧讲啊，咱即马很准时，可能还阁无学生，遮内底有学生无？有学生举手。啊，你还阁助学贷款还没有还的举手。好，好消息甲你讲，你拢免还。啊，每一个人，你很准时大个厝是你的名的，唔是你的名举手，你大个厝唔是你的名的。哦，你好运啊！你拢会配当一间厝，你敢若按欢喜无？小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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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你拢免甲问原因，我空号机票伫甲你开，你要收无？要收会举手？哎，我系空号机票，你要收？录音啊，跳，好跳，真跳，嗯。你若叫美军入来台湾，台湾人免做兵，台湾人免买武器，干那遐钱一年省几啊千亿？喂，遐钱来分乎你哦，有剩呐、啊，干唔是？后者讲台湾人读册爱钱，中国的囡仔读高中啊，就来台湾读册免钱，刷了个一个月个30000块的生活费，即摆有啥物人有一个月赚30000呢？我嘛无呢，我每一个都在倒贪呢。后人安尼，台湾人袂晓收呢，台湾人空空呢，真正袂晓收呢。买武器，若讲防卫还可以，问题是你买武器含江泽民、胡锦涛做一本呢？你敢知影？买法国的打法叶舰，会记得无？江泽民嘛，分到几啊百亿呢？报纸这大片你拢唔知啊？哎、欸，说中国国民党，你甲恁讲反共抗俄，消灭猪毛拢假。后壁咱台湾人伫出钱，顶面因拢伫分钱。啊，讲啊足好听呢，捍卫中华民国。刷来民进党啊，对你讲，即摆较好啦。陈文林头一摆来的时阵，我看了拢要吐。捍卫中华民国，遐民进党大家骂遐中华民国，伊几啊骂噶？人警察都伫甲压掉啊，讲啊你中华民国，你民进党都伫骂噶咩？咪是骂咩死个哦？迄都唔是咱的几啊嘛？即摆我相信你伫遮伫上课。上到上了啊！你应该足清楚的，台湾的地位是甚么款的地位？你开始对国际的局势爱清楚，是安怎？敢若中国、甲韩国伫骂日本，安倍晋三你袂当去拜，其他国家拢讲可以啊，拢点点啊，甚至派团去参加，靖国神社。为什么？立场无同款嘛。人因感恩啊，菲律宾感恩啊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文莱感恩啊，越南感恩啊，日本将因将日本啊，为迄个法国、为美国的殖民地解救出来啊。历史无是啊，历史敢若咧讲日本侵略啊。他们讲日本，咱牺牲足大呢，听有无？搁咱拢点点呢吼。
我们牺牲很大呢。咱是日本人呢，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政呢，咱该靠自己呢。咱不是很主席，即马台湾人无水准，真正叫做无水准呢。咱过去台湾人的气质，台湾的道德观，是比中国伫世界国家内底是排头一名呢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，60天到65天的中间，台湾人无警察，台湾人无军队，甲你管。迄个时阵，台湾的治安犯罪率零，气质啦，咱拢袂记哩啊啦，真正咱拢袂记哩啊啦。咱有真好的 DNA， 问题 DNA 去过去的历史课本给你砍掉的，你袂记哩。做咱台湾民众叫大家来受训，是有目的的，要叫醒台湾人，叫醒台湾魂，你讲对不对？叫醒是真简单啊，啊，你讲我都拢清清啊，哪有醒？问题你头壳无清啊！你袂晓看报纸啊！你到今日还阁叫是讲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迄就是政治人物。当蔡英文拄仔开始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大家拢拍手，美国足欢喜的，欢迎伊去美国访问。所有想要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，嘿，候选人拢爱去美国，伊爱甲招待，伊爱甲口试。蔡英文是去美国口试呢，用话甲问呢。伊去美国的这个国会的图书馆的，国会地库的图书馆，当时甲面试的两个人。一个是办公室主任，另外一个是国安局的。迄、那个国安局的有和咱有接触，伊甲咱讲啊，伊讲蔡英文不错呢，已经懂了，懂什么？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安尼美国可以走到下一步。但是10月11日，伊选总统迄年10月11日。伊去高雄劳工中心讲迄句话，美国他是说吐出来，拍桌子。伊讲啥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所以，迄年伊总统选举绝对失败，迄年。过两个月，咱的忘年会，我有甲各位讲，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，伊宁可和马英九当选，嘛不爱和蔡英文当选。安、啊、有清楚无？咱台湾民政府这个人，咱尤其受过高级班的，尤其即马阁是参加电招的，头脑要清楚。尤其是后摆在座各位每一个人听清楚，唔是一部分哦，每一位拢有官职。啊，你有官职，你会烦恼无？你爱烦恼呢？因为你真济机会，可能会甲你派你讲去甲美国、甲日本、甲啥物人坐来谈判。你对台湾的国际地位要很清楚。但是讲国际地位清楚，有清楚的压手。你是安怎哈？你有上高级班啊无？啊，若无，我甲你讲，我再来一摆哦。再问一摆，有清楚的压手。啊，好手棒嘞。问题是这有清楚，我怀疑。你刚才也要讲啥？日俗美餐。啊，真正内容诶，恁不知道，是安怎我哪会知影呢？我滚手考试就知影嘛。滚秀考试足简单嘞呢，是非选择尔呢，是非有简单无？
圈叉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选择一二三四，凊彩又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简单无？每一摆一百二十，头一摆一百三十四个考试，二十七个通过尔，大部分拢二三十分。第二摆九十八个，二十三个通过。第三摆一百二十六个，二十五个通过。夭壽哦，大家拢讲伊有读《新台湾论》，啊，建考拢考袂过。来，二月二十号、二十二号要阁考，要参加举手。你好，唔敢你啊，唔敢你啊，恁家都唔敢你啊，来嘛，来考嘛，来做滚绣啦，对不对？做滚绣要做啥？滚绣就是小县长啦。咱本来是五十、六十万一个官啦，就要甲改做五十、五十甲六十个一个官，啊，全台湾变做五十个军。咱伫三月二号开始要编啊。我们没有准备的速度要快一点呢，咱是很正确的去做工课呢。你到今日还搞不清楚，讲你的地位、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就冤枉啊！我跟你讲，您一定要甲各位，我甲各位鼓励，你爱来考，你免惊你几岁啦，你八十岁，你若考会掉，你嘛照常做滚绣啦，安尼好唔好？无人拍手，啊！你讲要做甲当时，做甲你不爱做为止，安尼使无？会使无？啊！所以你要来考啊，要来考会举手。你若无要八道跳，我甲你讲哦，来，我即摆咧吸引力还阁无够呢。好，来这边来考滚绣，二十二号下晡四点到六点考试，考到六点吼，八道会要无？请你食饭。请你接班，拜托来考，安尼好唔好？阿伯来考一下手。你是遮奇怪呢？好好好，你敢会记哩？请你接班，你也不爱来考。各位，你有爱台湾吗？有啦，大家拢爱台湾啦，叫你来考拢不爱考啦。我丢啊！再来。你爱读啊？对，你爱，何里爱何里丢？会使哩啊？你爱读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有一个参加高考两届吼，伊甲我讲啥呢？因为秘书长，我两届考国考拢通过，我郡守考三摆拢未过。我啊，这跟我亲不亲呢？是非题甲选择题尔呢？咱从读优点开始就是非选择啊，对不对？咱以前干袂干嘛是非选择足简单嘞，有啊？一半一半，啊，迄个唔是对就是错啦吼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你若要考咱郡守，会记哩。两点钟过来，你要先写选择题。我给你保证，那个思维题哦，你看第一摆对，看第二摆唔对，看第三摆阁对。啊，你跩规工拢伫遐想遐问题。有啦，真济州长甲我讲啦，派来考试考考的吼，州长甲问我考得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啦，我应该会掉啦。一个望板我无掉。所以我阁讲一摆，你若讲即卖头路无真好哦，来做滚绣啦！我安尼甲你鼓舞，安尼会使无？阁问一摆，要来考会举手？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。你是怎样？我不阁讲滚绣啊！甲各位讲，二月二十号来考，三月二号，咱开始要编制，编制啥？就滚绣的责任甲滚绣的迄个区。啊，哪一个郡？咱这个华丽点招大概有十六期，到十六期结束以后，就开始政治局加事务局，迄当天的内阁人事开始要摆啊。内阁人事摆好，当然滚绣是三月二号诞生，滚绣先，了加内阁，内阁了，咱的参议院加众议院，最后就是黑熊，咱拢有进度诶。你所以你虽然来这上课，有真侪人来上课，这无咱有生活的不好处。来上初级班、高级班了，学一寡物件，哇！我已经懂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了，就出来给创造。啊，这是创造的多。
迄个是骗钱的组织尔啦，你创作啥？我跟他问你讲，啊，够贵嘞？你答不出来了。够贵都叫民进户，然后发新闻件，那个发新闻件啊。起码跟你讲，我们发的身份证免费，只要300块就可以。你无感觉呢？哦，我讲一摆。我们发的身份证免费，只要300块就可以。你听有无？因就安尼讲个啊，啊，但都台湾人相信啊，免钱还佫300块多。那迄种的300块，那迄种的品质哦，听讲即摆佮改做彩色个。本来我想讲10块多啊，即摆改彩色20块啦。你要爱偌济，我拢先好印予你。咱的身份证。在日本、在美国、在东那个、那个中南美，已经畅通无阻。现在无阻，因为咱的身份证后壁有四字，含美国的海关看到，都甲互相遐海关大家互相在讲，哇 ，USMA 出现了，来，咱的身份证，互你看，咱的背面。你唔通看这四字呢？这四字什么代表什么意思 ？USMG， 美国军事政府啊，这相关欧别印吗？可以随便印吗？你想会使不？会使不？你认为会使亚洲？会使欧别印的亚洲？啊，未使欧别印的亚洲？啊，你较巧啊！你若使黑白印哦，我明仔载中华民国钞票我就一直甲印。会当印吗？未使印啊！啊，所以这是安怎？这是真的呢，不是假的呢。我甲各位讲，不是伫阮头的楼卡，诶，什么印刷厂印的呢？印网络咧攻击啊！网络还佮你讲，都即摆无啊啦吼。过去带咱去新闻亭出来时喏，或是林某某因家的迄个地下室的迄个印刷印版店印的呢？我讲、啊，来来，你要趁钱，来来来，去甲伊销售。讲是毋是伫阮兜的印，迄个印刷厂印的？啊，台湾人会当相信这种的？无怪咱台湾，他卡台湾他卡，68年来受中国国民党的教育，骗骗骗再骗。中华民国已经伫行政院、内政部已经拢无这个单位啊。你今日，所以你的朋友不要来受呢。啊，今日他还搞不清楚。要过你跟你讲诈骗集团，好笑到极点，愚蠢到极点。所以，咱来这受训，当然我也甲各位警告一个代志。你今日台湾民政府，你的心在台湾民政府，你的身躯在台湾民政府。那你他靠买的台湾民政府，你别让我今日伫遮，明仔有一个组织，佮你讲，啊，你就佮去讲去啊，啊去啊创啥？我去看一看。我先佮你讲哦，你即马点招过，恁签的迄个点招的顶管有啥字？你有看无？有看点招的顶管的迄字是啥啥牙手？啊，无看牙手，我写讲要佮你卖掉啦。你实在出出面，你无看你乌白签哩呐？你今日拢乌白签有无？你都无看那个签嘞？系啊，报道啊！哈？电管有写字呢？写啥？本人自愿，阿哥机关甲机关自愿呐、啊，主管甲机关担任台湾民政府官员，没有错误，所以你个签字呢？啊！你拢唔知影，实在我出出面呢，要知影，顶面甲你写讲哦，我同意，秘书长帮我卖掉。有影无影？有影在通讲呢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感动啦感动啦！啊，我今日趁足多，所以吼，我甲各位讲哦，恁后摆做代志要签字哦，爱小看咧，卖讲无看吼，目睭起起乌白签。真正台湾人，这个黑白签哦，害死咱足侪人的，你知不知？有人跟你讲，来，跟他过美国哦，签字哦，签签你死。你唔通今日台湾民政府，明仔载国民党跟你叫你去国民党，唔通啦。
卖去予人美国人看咱遮尔啊无去啦。尤其咱是台湾民政府未来的政务官员，即摆现主是中华民国伊个制度内底公务人员超二十万啦，咱民政府执政以后要甲减，差不多减到剩十二万左右。所以咱个民政府个即个所有个人，当然不是干那恁啦，十八岁以上个查甫查某，咱政府拢会配当处予伊。有职业，你个职业，啥物人要甲你辞职，爱报予民政府个劳动局，袂当随便甲你辞职。每一个人有厝、有职业、有钱，会当予你休困。我跟你讲，但是你袂当用厝、用土地来你赚你的钱，所以这无台湾民政府会当甲你保证。阿爸，咱的囡仔读册免钱，当然你即马读册有欠中华民国钱的，拢免还，也甲你无关的呀。有八十万人呢，拢免还。十八岁以上，若无厝，政府拢配当予伊一栋厝。你知影台湾现住是空厝有几间？260万，260万呢。台湾绝对袂自然演变为主权独立国家，敢若袂像我今日骑脚踏车，明仔载自然演变为宾士。你听有无？陈良基先生讲，台湾因为经过总统选举啊民主化，所以台湾自然演变为民主国家，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，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。这种消息台湾人相信呢？啊，若安尼大拢好个，明仔去买脚踏车，后日拢变做面子，今日买建筑，明仔拢变做地堡，自然演变，无迄个代志。你要变作一个国家，你不是老会革命，你就是用咱这条路，最后的这条路，用法律。美国今日为止，伊的武力足强的，全世界拢惊伊。伊惊，敢若惊咱台湾伫内底一撮小人物所组织的，或法律组成的台湾民政府。美国人惊咱尔呢？因为安那，咱对战争法、国际法、万国公法非常清楚。你美国写的，你照美国你所写爱遵守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你来你受训，你来你检招，你不要那么三心二意。我已经今日开会甲咱的州长讲过，检招以后已经确定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员。以后若有不对的地方，要受处分。那么这处分袂给你清算，你免烦恼，嘛袂给你鞭刑，因为咱无迄个公权力，先给你停权，甚至给你永远不任用。所以你若阁像以前，讲人少就行，人少就行哦，你会死。我跟你讲，人少袂当乌白行，你爱问讲，你要招我去对？啊！叫你签字，唔通乌白签。我头先你讲，迄不是讲笑呢？我问你，我今日你有签无？有。啊，签啥物物件？你知无？唔知。你伫外口哪安尼就死？我跟你讲。所以，这个点招，安尼有记得无？有记得无？咱共同来拍拼，咱来替咱台湾的子子孙孙建立一个咱全世界拢会当欣赏的。真真正正台湾人的台湾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来，楼卡翕相。